就一张地图吗？好像是哎。这什么鬼东西啊？那这动作也太慢了吧！我要按 Shift 它才会，它才会跑快。这操作也太复古了。这什么？第一波有15秒倒数。啊，这算是那个变态系列的最新作。啊，它系列作有一些我还没有玩，我还没有玩过。那我们先从最新的开始玩起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有够阳春的。哎，换枪啊！这游戏真的好难控制哦，他有没有快速换枪？哎呦哎，我真傻！哇，这扣血好快哦！搞什么鬼啊，死了！我看看我有什么武器可以用，用这把来扫好像比较快哈。他第一波，他第一波究竟有几只啊？我看可不可以跳到那个障碍物上面去，然后这边跳不上去，然后让那些僵尸打不到我，在这个地方好了。没有僵尸啊，我来了。这僵尸还没有血条哎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才会死。我成就跳出来了，感觉这个也是好拿成就的游戏。我是不知道他成就的条件是什么啦，但是感觉。便便有很难拿。还有三只。哦，第一波它就只有10只而已，是不是？我刚刚居然还撑不过去，有个蠢的。欸，其实它这一代的那个作品呢，它的打击感跟之前比起来有稍微变好一点。显见他们是有在进步的，只是进步的幅度很小，一点都不明显。哦，我看了他的成就，几乎全都是杀怪累积数量就可以得到。这么说，只要杀多一点怪的话，那个应该就可以全成就了吧，应该了，不晓得。但是我一直在这边守这个波数，我就只能在这个场景吗？这未免太单调了吧？哎，感觉它的那个射击手感有一点像早期 CS1.6 的那种感觉。不知道，我是觉得它的模组会不会就是直接套那个 CS1.6 的引擎？是我也没说不好啦，但是这种引擎就是怎么说，有点太复古了。但是我也不好嫌什么，因为毕竟流畅度很重要。它，我能感觉到它的流畅以及它的射击感，就。谢天谢地了，也没什么好要求的。他有没有可以补子弹的地方啊？这样我子弹到了，我怎么补啊？
还是我就这样用 这一系列的枪，然后慢慢的撑过这几个坡数。欸，这僵尸也未免太蠢了吧！这游戏就是故意让人家洗成就的。有没有别支枪啊？想换换看。我觉得散弹不好用啊，榴弹用弓箭好了。欸，它到底有没有可以补子弹的地方啊？我好怀疑哦。还是其实是有的，但是我因为一直待在这上面没有去找的关系，我不知道。等一下用完以后我就去找找看吧。欸，这弓箭不错强欸，居然可以一箭一支，了不起。丢，欸，怎么没有射出去？丢。他还得蓄力耶，没看过这么麻烦的东西。不过他威力是真的强，丢！只要你的准心有变红，就代表怪物在你的射程范围内。其实他的那个命中范围的判定呢，还蛮宽广的。只要你的游标变成红色的话，基本上射出去就是百发百中。但这个世界也未免太孤单了吧，配乐也很单调，没有什么人可以帮我，然后没有什么场景，就只是一只枯燥乏味的在这边防守而已。然后僵尸的类型也很单纯，就只有一种。没了。我看还是这样慢慢射吧，射到没子弹我们再来打算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要守到什么时候。到底有几波啊？拜托锁个五波就好了吧，不然我觉得好烦哦。其实这系列的那个价钱一直都不是很贵啊，就是三四十块的这种小品游戏，是说也不该要求这么多没错，只是你起码给点变化嘛。比方说就算你的引擎有升级有进步，但是游戏性几乎都一成不变，这样就让人很失望了。欸，地下有东西，我现在才发现，该不会这些就是子弹吧？欸，不是啊，捡不起来。对啊，没有按键可以捡，还是其实有按键可以捡，我不知道而已啊。哇，这什么鬼啊，还跑不起来，还跳不起来。欸，可以啊，我看一下，它的设定有没有搞错啊，它没有控制的按键设定。然后就听到僵尸在那边哀哀叫。
不行啊，这样我守不过去了。没有地方可以找子弹。哇，这个地方也太离谱了吧！僵尸居然进不来。不行，不能坐困愁城。我要四处找子弹。至少来个医药包，来个子弹之类的吧。欸，我几乎被他碰到一下，我就大损血。他完全没有回避机制。哦，原来还有那么多把枪哦，我都不知道。那其他成就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啊？哎，我看一下好了。我把这个区域，全都绕了一遍，然后发现完全没有补子弹跟补医药包的地方，所以也就是我们打到弹尽援绝为止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基本上来说，已经可以当成粪便来看待无误了。那我们还要守下去的必要吗？因为好像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，已经没有什么任何的变化可言了。再继续玩下去也只是枯燥乏味的守僵尸。那我看我们就在这边做个结束吧。因为再继续锁下去没什么意义了，那僵尸也咬不到我，然后我子弹打完了也没有地方去补，然后撩了血，然后也不能恢复血量，没什么意义了嘛。那稍微总结一下吧，它在画面跟它的引擎上确实是有一点点微幅的进步了。那除此之外，就如我刚刚所说的，那其他的来说，就只是一个洗成就的小游戏，其他一无可取之处。现在特价大概三十几块钱吧，我是觉得三十几块钱拿去买杯珍珠奶茶，也好过买这个游戏。我们就展示到这个地方为止吧，谢谢大家，下次再找新的游戏来玩，拜拜。